哎、欸，都要12点了，起床吃早餐啦。那你帮我买。为什么是我买？因为你是普，是我最好的朋友。你刚刚本来要说什么？我不要啦，我昨天赶稿赶得很晚，我今天不想出门啦。我昨天赶进度赶到很晚啊。皮卡丘被气。现在赶什么进度啦？不然我们来比赛，输的人就去买早餐，如何？又要比赛？比什么啊？这个。现在是想要把国小教材全比过一次是吗？第一题。请念出以下国字读音。什么啊？国小的中文是能有多难？这什么字啦？这根本不是国小中文啊！你都乱出，这些字就要小学生会啦！来，弟弟，你看这些字你会读吗？阿鸠是北七啊。为什么你会啊？因为我会 Google 啊，北七。看来你的中文程度连小学生都不如呢。脸有够讨厌的。下一题换我出。第二题。请在一句话里面加入5个以上的冗词赘句。请让我这边为你们制作的部分进行一个所谓的点餐的动作。对，你是冗词赘句王吗？下一题，请填入正确的国字。这也太简单了吧！你以为我会再部分啊？答案就是这个。我再一次的声明，我要在附近早餐店买早餐。哦，好啊，去吧。第二题，请在一句话里面加入5个以上的冗词赘句。第二题，请在一句话里面加入5个以上的冗词赘句。赘啊，赘赘赘赘赘句赘句。